大家好，我是老郑。今天呢，外边风特别大，我们今天呢把狼给关起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呢拦起，回到锡林浩特，然后从锡林浩特再赶往乌拉盖，我带大家一起，天气不好，把狼给保护一下。哎呀，草原上难得的雨，咱们一走，这还下雨啊，这说明好事啊。对，现在雨小了，我披的衣服抓紧把它圈屋里去。走，哎呀，走，咱俩牵狗去。都在这儿呢，走。那不让我碰着的，不要了。把它牵到那个里头，你别再松手啊，千万不能松。我再牵一个。对，你得牵一个就过来了。你们都过去，你们都过去。走，走了，走了。抬高点腿，对，走，走嘞，往这边走，别松开一个，咱们今天这半天抓不着他了，找一个不能有草的。没草的那个放的，先把背着那个，对，有草的那个不行。背着那个，这就过去了。上，哎呀，上，对，关上了。司机他没想出去，想出根本拴不住他，你看那，那个链子拿着去。这回锁住了，绝对不能再开了。我不来绝对不能开，开就跑。然后那俩呢？都锁门了，关上了。都弄好了。喜欢我的故事的，大家双击评论加关注，更多精彩内容，展现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